有这么一事儿，我得告诉你。咱们之前租用大米公司的服务器遗留下来的核心数据库，他们现在准备破译文件。那绝对了，简直就是侮辱！那咱们应该怎么办？ 进去了。说说你的战术。我先想办法进入咱们公司的内网，先确定一下遗漏文件的运行痕迹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每个公司内网都是分普通区和高级权限区的。咱们丢失的文件可能有伪装代码，肯定是存放在高级权限区里。已经找到痕迹和定位，没那么容易。 所以我才要先进普通区，从那里进高级权限区和从外面进比起来更容易找到痕迹，而且我也没有打算直接进去。你有普通区的登录密码吗？当然，不做准备怎么干活？之前我让我姐找了负责人，要了她个人办公的电脑密码，其余的就要靠我们自己了。可以，别忘了抹掉访问数据。我知道。 担心什么？万一这节目要是……你担心这节目能火？万一要是火了，我们可就麻烦了。这个节目的确挺新颖的。这些年，张小娜的变化挺大。要是以前，她绝对不会尝试这种大型草根真人秀节目。看来她还真是长本事了。 确实是不简单。我查过公司财务了，张小娜他们这个项目的确是请了外援，不是公司的计划。而且这技术部、节目部的人都向着他，免费给他加班。还有，我听说有一个投资方把前期节目制作费都给出了，不然徐总也不会同意。明明应该先上我们的大IP才对，这倒好。
我们的重头节目反而要延期。投资方是什么人？对方目前只是前期投入，不是冠名，所以不太清楚。继续查，不光是他们的合作方，还有他们的进度。的确是个麻烦，要是我们能知道那些印度高手来的准确时间的话。这件事情完全是大米的赵总一人经手的，李德也是偶然才听到别人说。你们俩在担心什么呢？那个什么高手不是还没来吗？你不明白，我们本来想着老徐跟人谈判这事儿吧，能往后拖一拖，帮你多争取点时间。现在不是有那个高手在那候着吗？大米现在肯定是想一次性解决，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要求，或者有任何拖延时间的意思，他们就会马上破解问题。这样说来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大米的人故意放消息给李德的，因为他知道李德跟我的关系是很好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必须得要在谈判之前搞定这件事。只要我们能在谈判之前把这个文件给清除干净。哎呦，小弟你太帅了。好了，找到我们加密文件的历史记录了。这么快？四号线，只有它是高级网和普通网能够共用。这个甭管，肯定同时拥有两个网的登录权。OK， 先搞定四号。咱们从普通网的 DHCP 服务器开始，我先伪装一个 CDM shell 主机 IP 地址。如果这个不行，我就用主机地址加物理地址来通过路由器去。成功的概率有多大？50%吧，我试试。嗯？又这么快？又搞定了，太厉害了你！但是远远不够，以我的技术，不可能非法的进入大米公司的内网。我现在只能先扫描咱们公司的服务器，一旦扫描成功，我们就能进去翻个遍了。那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呢，不能让其他同事知道这件事。放心吧，我跳了几个点。现在是由咱们公司的普通区的电脑进入的，就算有人看到，他们也会以为是谁忘记关了电脑。机房的网管是24小时值班的，就算我们找到存放文件的那台机器，也不能很快的破解。我们有多少时间啊？明天之前一定要找到文件，然后全部删除，不然老徐那个合同就必须得签，一旦签了，我们就都死定了。你确定你的自动扫描可以是吧？你要不要去睡一会儿？那我去睡一会儿。不行，林丽是我姐的助理，她还不知道我跟我姐的关系。这件事还是得先缓缓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再跟她说。你刚问我什么？你姐呢？她没在这儿吗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
小娜，那么愁眉苦脸的？应该愁眉苦脸的是我吧？你看，小魏什么时候来公司的，你也不跟我说。这跟长青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，你一声也不跟我说，你还当我是闺蜜吗？嗯，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我透露过你的任何秘密给别人吗？从来没有过，对不对？哼，好吧，是有那么一次，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过了。哼，好了，这事儿就不跟你提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医生啊？你什么时候去看脑子呀？不在一家医院。哎呦！可以用选择性的光热分解疗法，就是激光消除。不过我知道，风险太大，治愈率又很低。肌肤纹理容易改变，也容易有疤痕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还有光动力疗法。光动力疗法我也做过，代谢倒是迅速，避光期也比较短，可是还是有风险，而且对于我来说治愈率太低了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像你这种情况，全国也没几个医生能看，而且看样子你去过很多家医院吧，久病成医了都。其实你现在比很多医生都懂，说实话我也无能为力。再说现在确实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好办法。徐总，徐总，你这是去哪儿了你？哎，那个李小维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让他回来的。你让他回来就行了。你不，我得去趟机房，你陪我去。不是。扫描结果怎么样？马上。找到了。咱们丢失的应该就是这个文件。可以恢复吗？没戏。啊，行，那行，我先撤了。好，黄总，可能真的有点事儿需要你帮一下忙。他要什么，你就给他什么。那个常总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，我跟徐总说，然后呢，那个尽量的满足你们要求。肉末蛋羹，笔管鱼炒肉，再来两份米饭。嗯，常总你要吃什么？加一罐辣椒。
哎，再帮我去买两个冰淇淋，我要杏仁豆腐味的。香草。行。他没有带笔和纸，你觉得他能记得住吗？管他呢。有动静了吗？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大米的网管是早上起来当面交接的，只有中午12点半和晚上8点半会离开一会儿，每次是在15分钟左右。这家伙也太牛了吧！只休息15分钟，不多不少。他是长在机房里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凉拌。这家伙是个超级变态的技术男，他设了17位数的密码，17位。防得越严，越能说明文件就在他们手上。是啊，但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17位数的密码呀，要是我们几个破解，至少得破解40年。要不我找一下技术部的其他同事，叫他们来。不可以，这件事情要保密，你忘了，只能限于我们几个人知道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变50年喽。每次离开都差不多有15分钟，中午不行的话可以晚上。那个时候，人们都着急吃饭，里外。都不会有人关注。但是15分钟，我们能干什么？用 Inception 直接绕开 CPU， 用火线的 DMA 直接访问系统内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解密了。但是15分钟，我怎么能找到文件呢？有一个东西叫做增强版的无线发射器，我在外面可以一起找。谁先找到了，就直接炸掉文件。好像行得通。Yes。但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攀岩技术怎么样？我弟攀岩绝对棒。儿子，工作忙吗？吃晚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吃的什么？白粥、
榨菜，还有汉堡。那可不行，我跟你说，那东西一点没有营养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吃完很舒服。还有啊，你现在住哪儿呢？哎，我全市的酒店都找遍了，也没你影儿。你赶快给我回家。我有地方住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现在住哪儿了？我回国以后交到了很多关心我的朋友，他们愿意帮助我。我住在我的朋友家里面。男的女的？男性。哎呦，你说你都老大不小了的啊，也该谈恋爱了，怎么还和男的住在一块儿？你不会是？我的取向没有问题，妈妈。是男性朋友。我可以回去工作吗？我不想再跟你说了。如果你再这么逼我的话，我真的要回美国了，妈。不是你急什么？咱们娘俩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。就刚打一会儿电话，你就要急着撂。把我气不急，也是被你给逼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在就这件事情上不停的再去重复。妈不是逼你，你也该收收心了。我不是动物，我不能到春季的时候就行使我的交配权，我总得有看得上对眼的吧？我已经解释过多少回了，你不停的在问我这个，不停在一件事情上绕圈圈绕圈圈。我有很多的工作我要忙了。哎，谁来给我搭把手啊？强青，吃饭了。你先放着。哎，我可听见了啊！这大半夜的和女孩子约会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竟让妈跟你着急。不是女孩子，不是，她是一只鹦鹉。神经病！不是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没礼貌。这么说人家女孩子，告诉妈，她多大了，在哪工作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那你哪天把她带回家让妈看看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儿子，够了吗？信号不好了，妈，喂，喂，哎妈，啊，好 man， 谢谢。有我看，小维呢？昨天有事先走了，死孩子，一天到晚到处乱跑，连饭都没吃呢。哎，别老瞎操心，他也不小了。你不用那么担心，你是姐，又不是妈，他已经长大了。许是有什么事情，先用膳。这那个，我听他们说，公司有一项重要的技术，只有你才能做。你真厉害，不愧是名校。你们小区怎么连个保安都没有啊？你这样经常自己一个人回家，太不安全了吧？
这是个老小区，所以没有保安的，但是平时有居委会的大妈巡逻，挺安全的。啊，谁在那儿？啊，大妈。是小冯啊。啊。哎，他是谁？他是我同事。哎呦，还不好意思呢。男朋友就男朋友吧，还啥同事？小冯是个好姑娘，你呀可要好好待她啊。啊，我会的。走了走了，小年轻的搞对象，你说你在这掺和什么呀？走了走了，再见啊，大妈再见。你们小区这大妈真可爱。大妈可爱。我要上去坐坐吗？喝点水。我觉得非法潜入大米公司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办法。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值得试一试的办法。有多大把握？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拿到文件，能否彻底删除？那肯定没问题。我需要再好好想一下，我要回家了。来，我送你。舒露。做个决定吧。就这么办吗？物理入侵。什么是物理入侵？简单的说，我没有办法用电脑远程操控，得把人塞到楼里去。人？对。怎么塞到楼里？从外边爬进去。谁去爬呀？谁的主意？长青，我抽你，你信吗？信。小薇是攀岩高手。姐，这是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，你再想想，小娜。啊？不用想了，绝对不行。小薇呢？他说他回去拿装备去了。嘿，吓到了！你背包啊？
盆整个蜘蛛侠的衣服的整体全都破坏了。败笔。为什么不扮成人龟呢？对呀、啊。把东西藏壳里边。对呀、啊。不全妥了吗？啊。你们怎么这么幼稚啊？我们是来办事儿的，不是来玩 cosplay 的。你们就乖乖在车里等我消息吧，啊。他说你幼稚。小薇，我已经改好了楼外还有二楼的走廊监控。收到。可以行动了。加油！我已经到了。到的，等我命令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帅不帅？《碟中谍》里面的汤姆·克鲁斯的感觉。你先把正事干了。靠，你就死啊！帅。王管就要出来了。就位，听我口令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行动。没关系，不好意思、啊。谢谢谢谢。你好，给我来份西红柿炒面。
一切顺利，准备开始运行 Inception。收到。可以跟我联网了，李冰露。现在开始分区找数据。居然有这么快？怎么办？要不我去拖住他？不行，你不能露脸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全盛的高管，经常被媒体曝光。知道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呦呦，糟糕糟糕糟糕！不要紧不要紧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！这，哎，都咋了？哦，真糟糕！我也没带纸。真对不起真对不起，我们再去买一份吧。真不好意思。不是我的错，来来来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不，客气了。走。真不好意思，来。喂，王管要回来了，长青正在楼下拖住他，你快点啊！收到。来，哥们儿，你买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受不了呀。这么着我心里边会舒服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哎，谢谢了，拜拜，再见。两个区，放心吧，我还留了一手。不可以冒险，你多待五分钟。五分钟以后你必须出来，断掉所有的网络。找到了，我现在开始粉碎文件。小雷，目标已经进电梯了，你得赶紧出来。快出来，小雷！姐，什么超级玛丽啊？哎，有了！我昨晚突然想到一个事儿。我当初加密核心文件的时候，设置了一个防破解的自毁程序，就是一个不能随便拆解的炸弹。破解时必须与我们的服务器密钥配对，一旦与我们的服务器密钥配对失败，就会触发文件的自毁程序。但这只是理想情况，没那么简单。他们请印度高手来，就是要拆你这个炸弹。时间不多了，但是以大米自己的技术，肯定会触发文件自毁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。我有个办法。
在我心里啊，你徐总一直是一个遵守时间的人。第一次来我大名就迟到，这不是你的为人。路人太多，没办法。来了就好。哎，你看我这怎么样？我大米和全盛比起来，差不多吧。镜子卸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绽放像这阳光灿烂，方向无黑暗的低谷是生命必然，都要经历害怕孤独绝望，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。努力绽放，像这阳光灿烂。